什么东西？金鸡块。哇，这看起来很好吃。你坐过来一点。他有一给一个 direction 怎么去放这东西，但是我没有给你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用我关的。开方形的好奇怪。你这个已经调方形了是吧？对，一比一的，我很少开这种。像 TGC、嗯、就放在里面，就是可以放好书、就是一大堆、okay. 然后里面我也可以直接放五六个在那边。 OK， 一片混乱，我什么都还没录今天。现在开始我们今天去办活动，去参加 Boutique Fest， 本地的手工，也不算手工吧，本地品牌的一个集市。然后我们今天准备过去 set up， 带了很多我们的产品，然后我们要自己过去做全部的 set up， 就是布置，然后装饰，还有家具什么的都是自己带过去的，所以很多东西。现在我们的卡车已经先过去了，然后我们自己还带了一些没装得下的东西。这边要不要？要不就是要借他们那个大的车里、嗯，要不然就是我们要走两趟。对，收钱的。借一下，好多人，然后现在大家全都在往里面进东西。我们是这一个很大的一栋楼。Hello。哇，好累。特地带的这个就是那个红参口服液。我到店里了，店里早上的阳光特别好。这边很早，这么早来店里，早上特别漂亮。OK， 我去捡货。装好了，现在准备过去。到了，然后现在再添一些货。现在彻底准备好了，差不多11点多了。我们现在准备要收摊。
再来。我们回来啦，东西都在这边，太累了，准备下周再回来开始慢慢收，然后重新放店里的陈列。好多电路啊，上面。今天我的床送到了，大概一两个月之前订的床，然后之前是只送了床垫，今天就是整个床架都送过来了。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床架，它是可以调整的，就是它可以前后可以弯曲，然后可以弯成一个形状，可以贴合头腰和腿的曲线，然后弯成各种形状，可以这样子的，就是可以躺各种姿势在床上。当时去那个 showroom 试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这个，因为它这样弯起来的姿势特别适合躺在床上看书，我觉得很舒服，所以当时我就订的是这一款。然后我订的这个床是 super single 的一个单人床。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房间比较小，空间比较小，所以我就想说放一个小一点的床就可以利用一下空间。我调一下给大家看，觉得很舒服，这边有一个 flat， 按了之后它就回到圆的，就是本来的平的状态。 TV， 它就开始变成适合看电视的姿势，应该是要人躺在上面会好一点吧，这样弯起来看书特别舒服，这样看书角度就刚刚好。早上好，哪里？好久没见，我剪了个短头发。这几天彤彤来新加坡玩，然后我陪她一起，刚刚从酒店出来，然后我们准备去吃东西。我们要先回家接小孩，然后去吃东西。这个买点甜点，看看。这个好看，这个在广角。出去玩喽，小朋友，加班，李斌，嘿，好乖，出去玩喽。谁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哎哎哎哎！你怎么回事？啊，疯狗出来了，李斌。很混乱，在干嘛呀？吃着甜筒。没有小狗上桌的啊，皮皮下去，皮皮，好呀，哎，哎，皮皮，啦。好累啊，带小孩，那、欸、好看，小发了个大牙，皮皮呀、啊，皮皮，是蘑菇。Thank you.
个很难同框，因为曝光曝光不太好调，看得见巴巴的时候皮皮就看就是那个就是一片亮光。这里就是宠物店，你下去啊，你下去，来来来来，对，好乖，哎，好乖，哎，别上来，嗯，对，好，坐一起。你要帮我把那个预约改到四点。那我们等一下直接去。对，直接过去。嗯，然后先把号先排个号。哎呀妈呀！乔巴皮皮，好厉害呀、啊！皮皮，皮皮，哎，皮皮说：“我准备好了，哎、快回来。”什么这么多歪？皮皮，你不喝水吗？他专心战斗。你需要肠胃支援吗？拿个水给你喝。啊，热死了。刚刚下班，然后我们来吃烤肉。哇，这个碳，感觉我相机要化了。哇！早上好。今天拿出了皮皮的小推车，然后准备要带他出门，带他去店里。明天我要去趟上海，所以要把皮皮交给朋友照顾，所以今天就带他出门。皮皮，上车了。上车了，我们出去喽。皮皮，乖乖，皮皮，当当，我们到店里了。